来吃鱼。好香啊，好久没有吃到奶奶做的鱼了。多吃点啊。今天怎么那么多客人？啥客人啊，这都是自个儿的家人，过年了吃个团圆饭，年年都这样。小伙子，长大了。爷爷，好多年都没回来了，来坐下坐下。今天正好晚上和大伙一起吃个年夜饭，动筷子吧。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。